松创一条。好，我是 Jack 林宝华，我又来了。今天同样不是我来调酒，我们今天找到了另外一位素人来教大家怎么样轻松创一条。欢迎我们的玉琴来，他今天要来帮大家做调酒。啊，你要做的是什么？我今天要做的是那个顽皮的白鹤。对，好，会用到的材料。今天先跟大家介绍酒，就是有威士忌、蜜饼，还有美酒和二茶厂，还有乌龙茶，就是用这些来调出就是顽皮的白鹤。好，对，来加入我们第一个材料。那我要开始了。这个30cc。再多一点，一半再小一点，哎，对，差不多20cc 一米九。好，接下来下一瓶，下一瓶是美酒，哦，白鹤美酒，就是对，多少？20cc。好，好加，对，加没问题。好。下一个材料，二砂糖水，好，加15cc。好，最后一个材料喽。最后一个是我们的乌龙茶，乌龙茶加30cc。拌一拌，去试它的味道。我们现在拿这个，就是拿拌一拌，试试看味道。我可以直接吃。可以啊。怎么样？好喝。真的吗？我试试。哎，好喝。OK。然后接下来加冰块。加冰块。要加满，加到全满。好 ，OK 了。好，摇一摇。加完冰块，那我们拿那个要开始切成了。好，要拔起来一下。确定？对，然后再盖。为什么？对，因为这样子才不会打不开。摇。开始摇。够冰吗？再摇一下，把它混合一下。好，倒出来。倒出来。当然很香啊，用了泡米酒。好，放上装饰物。流程。装饰物流程。杯垫，这是顽皮的白鹤，结束。Yeah。